日前，吴亦凡新专辑在 iTunes 美区发行，不少粉丝购买支持引起水军刷榜争论。10月7日早，有媒体报道称，因为水军刷榜，吴亦凡新专辑 iTunes 美区下架。11月7日中午，吴亦凡所属的环球音乐环球部在微博发表严正声明，否认吴亦凡新专辑在美区下架，并附上正常发售的截图。吴亦凡工作室转发环球音乐华语部的微博，并称自专辑发行之日起，网络上不断有不实信息出现，群起诋毁诽谤，蓄意造谣者扭曲事实，对吴亦凡先生进行恶意攻击，并引导不明真相的网友扩散传播。一切针对吴亦凡先生的不实信息，请发布者立即删除，停止扩散，否则我方将立即采取法律手段，坚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据报道，因吴亦凡新专辑在美区 iTunes 下架后，因粉丝疯狂刷榜，使得新专辑内单曲曾一度一人独霸美国公告牌实时下载排行榜 TOP 10的前七位，而且同时被清数据。前几天吴亦凡粉丝刷榜，导致吴亦凡销量全打 A 妹，脚踢 Lady Gaga。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表达？